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展厅里面的所有的感染舱的型号。首先看到这边的话，这边是我们时空胶囊舱 C9000 这个型号，然后这边的话是 C3 Max 型号双人舱豪华舱来的。然后到这个的话是一个单人舱，它是型号的话是 STD。然后再到这个是我们的首长舱 P1 型号。接下来的话是这款，也是 C3 Max， 它只是在外观做了一下升级，就是这个脚变成弧形了。We upgraded the inside chamber decoration too, but this requires buyers to have strong hands-on abilities.然后还要到这里介绍这款大的型号，它是这个型号是我们的 P5 型号，它是个多人舱的。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，这个非常大，这个空间很大。如果是可以换掉这个沙发的话，可以换那种小椅的话，可以坐四个人左右都可以的。然后这上面的话可以打开灯，现在没有灯。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那边的感染舱型号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单人舱 C3 mini。这款是我们的单架舱 C3W。 然后这两个也是我们的 mini 舱 C3 mini 舱。然后这边的话这边也是，然后这边的话这里升级了一下，这边升级一下弧形，这个脚换了弧形。这边也是 C3。谢谢大家观看。